你答应分我一半传承，不会食言吧？我不是你这种小人。合作愉快。这空间的机关压制了我的实力，现在不是他们两人的对手，不如先让他们解开机关，再好好收拾他们。奇怪，这头蛟龙惊魄竟然没有再攻击了。不来正好，等空间重组完毕，我再好好收拾他。我的实力恢复了，你们完了。他交给我，你找机会去拿钥匙。啊，你小心。极寒圣兽，以我为灵，降临我身。怎么回事？头好晕。臭丫头中了我的幻仙尘，迟早浴火焚身而死。我先吃了这境界低微的傻小子。这人物不对劲。想知道